斗空竹。你见过斗空竹吗？空竹又称响葫芦，是一种民间传统玩具。人们抖动线绳，使空竹高速旋转，能够发出嗡嗡的响声。听，又有人在抖空竹了。过去空竹多用竹木制成，现在大多是塑料材质。小小空竹可有着超过600年的流行历史呢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喜欢没事儿抖一抖。空竹为圆盘状，中有木轴，分单轮和双轮两种。抖空竹上手并不难，把棉绳两头系在斗杆上，再把棉绳绕空竹轴一两圈，练习几回就能把空竹抖起来了。你别看它简单，想要精通可不容易。绕、摆、旋、绷、抄、抛是抖空竹的基本六字诀，其他技巧花样还有上百种。真正的大师能把空竹抖得精彩绝伦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抖空竹传承至今，仍深受大众喜爱，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体育运动。在中国的公园、广场，有许多精通空竹的人，试着加入他们，你也能掌握这项炫酷的绝技。